My Radio 獨立付費節目《鬱敏射馬》，主持鬱敏、尤達、錢偉樂。我就揀了五隻嘅啦，一號黃龍大將，二號嘅烽煙四起，四號嘅勁精神，五號嘅精算閃擊，六號嘅逍遙自在，一扭尾就發達嘅啦。我話俾你，咁呢場三四重彩咧，都係我建議大家複式投注。普羅政治學院 My Radio 己亥年新春團拜已定於本年三月十六號星期六下午兩點至四點半舉行，地點是沙田和斜廣場三樓龍月海鮮酒家，每位收費220元。有興趣參加的朋友請將姓名、聯絡電話以及人數等資料電郵至 hkpolitarian@gmail.com， 又或者經 PayPal 付款留座。詳情可致電24673088查詢，到時見。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好啊，歡迎大家收睇《鬱敏踩場》。咁啊，今日係2019年嘅三月十一日啊。咁喺三月十六日咧，即係嚟緊嘅呢個禮拜六咧，就係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己亥年嘅新春團拜啊。咁就會喺呢一個沙田嘅和斜廣場龍月海鮮酒家舉行嘅，咁啊每位嘅費用咧就係220元。咁啊往年咧，好似舊年我哋都係喺呢個龍月啊，咁啊而家咧就仲有即係幾日啦，咁啊大家如果有時間嚇，禮拜六可以嚟參加嘅，咁就就要報名啦。咁啊將你嘅姓名啊、聯絡電話同埋人數啲資料咧就電郵俾我哋啊。咁啊，或者經過 PayPal 俾錢留位啊，都得嘅，甚至打電話嚟24673088查詢啊。咁啊，而家都仲，因為我哋預訂咗咧，就係唔知八位嘅，好似八位定十位，我唔記得咗，要問翻我哋嘅即係秘書小姐先。咁啊，而家咧就大概都有應該有七八位嘅報咗名嘅。咁啊，希望大家如果有時間啊，禮拜六嚟參加嘅，咁啊而家好報名啦啊！咁啊，唔好到時 walk in 行入嚟 ，OK？ 好，咁啊呢個就講完啊。咁啊，今日咧我要講幾個話題嘅。第一個話題要講啦，今日都係我一個人唱獨腳戲啦，講一個鐘頭，咁啊分四節，每節咧係大約14分鐘左右就擺上 YouTube 嘅。咁如果未登記即係訂閱呢個 YouTube 頻道嘅朋友咧，就最好。即係你喺 YouTube 重温嘅時候咧，就 click 落嗰個格仔度訂閱咁啊得㗎啦。咁啊包括 YouTube 嘅黃毓民頻道或者 YouTube 嘅 My Radio 頻道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就多啲點擊啊重温啦。咁我哋嗰度咧，即係如果你越多人睇，睇嘅時間越長嘅話咧，咁我哋都有啲廣告費收下嘅嚇。咁就不無小補，咁大家亦都可以通過呢種方法咧嚟支持嘅啊。咁就我哋而家直播咧都仍然係有 Facebook 有 YouTube 都係兩條軌係咪？咁啊過去咧我哋一年要俾好多錢呢個 live stream 做直播嘅，我哋從來都唔會係自己整一個 server 跟住自己話萬人台係嘛？即係話你唔通過呢個 YouTube 或者係呢、這個Facebook 直播嗰啲咧，全部都係大嘅傳媒嘅啊！即係譬如而家啲大嘅傳媒佢哋。即係有做直播嘅，咁佢哋都唔需要，因為佢自己有自己嘅 server 啊。咁佢因為要咁樣嚟計數，計個廣告費噶嘛，係咪？佢收人廣告噶嘛，我哋冇廣告噶嘛。我哋係靠大家重温多啲人睇，咁我哋就可能喺 Google 嗰度有少少嘅廣告費收入嘅咁樣啊。咁啊 Facebook 嗰度就冇嘅 ，Facebook 咧做完直播就算噶啦。咁你重温你已經沉咗底啦，係咪先？咁所以就重温始終都係喺 YouTube 嘅啊，咁希望大家留意。咁啊，其實好多訂閱咗呢個 YouTube 頻道嘅朋友咧，咁我哋即係都即係你喺你嘅手機啊或者電腦裏邊咧，你都有機會睇到，即係會提醒你有啲推播功能，提醒你可以重温我哋嘅節目。咁其他人都係咁樣做噶啦 ，OK？ 咁有時你都可能手機裏邊彈好多嘢出嚟，都覺得好煩。咁如果見到我做節目，你就唔應該覺得煩啦，應該睇啦，係咪？
今天第一個話題要講的就是在禮拜三的朝頭早，上個禮拜三朝頭早咧，天水圍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啊，就發生呢一個教師墮樓身亡的慘劇啊。咁所以我第一個主題咧，今天要講咧，其實我都準備了嘅啊。今日其實今日我講四個主題，四個題目嘅主題咧就叫滿城盡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第一節要講的就威權治校。東海小學老師墮樓亡啊！呢個第一條啊，就係而家要講嘅啊。咁啊，禮拜三朝頭早即係一早啦啊。咁啊，呢個天水圍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一位48歲嘅即係其實創校已經喺呢度噶啦，喺度教書噶啦啊。亦都得到好多學生愛戴嘅，因為佢都48歲啊，教咗好多年書。咁啊，跟住即係都口碑都非常之好嘅啊！咁啊，我哋喺 Facebook 都睇到好多佢嗰陣時教嘅學生，即係覺得非常之難過，咁啊，即係都有講呢一位林老師啊，佢教學非常之認真嘅，好得到呢個學生同埋家長嘅愛護嘅嚇。咁佢就喺呢個學校即係就跳樓啊！咁誒呢件事當然就即係喺教育界裏邊咧，都即係非常之即係造成極大嘅震撼啊！嗱，過去亦都有一段時間，你即係有傳染病啊，你知啦。咁咪有好多老師自殺啦，一輪有好多學生自殺啦。咁呢啲咧，你睇新聞嘅時候咧，最叻就係下邊整條熱線俾你啊！有咩事咧，點去打呢個香港撒瑪利亞會防止自殺會熱線啦，整條熱線電話俾你，跟住就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啦，啊咁跟住就社會福利處熱線啦。屌你仆你個街，平時唔叫你唔記，即係你平時唔會話啊，學校裏邊啲學生啊、教師啊，會唔會因為教書即係有啲係教書壓力，有啲功課壓力，然後會尋短見啊？佢哋精神啊、情緒點？喂，你冇一種機制去做一種監察嘅咩？鋪鋪有人跳樓死，你有熱線電話打啦，啫啦，係咪白痴嚟嘅咧？呢啲係係咪？喂，個個都知道有熱線電話打，嗰一刻佢會諗到打電話咧，係咪？每一個老師係咪一人要俾張卡佢？有啲熱線電話啦，如果你想自殺，你就打電話啦，咁係咪咁咧？即係有時睇到呢啲報道咧，好興喎，跟住下邊就整一排熱線叫你打，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嘅熱線，社會福利處熱線，係咪啲醫院精神科嘅熱線？個問題，喂！嗰一刻佢跳落去嘅時候，之前係有好多原因所造成噶嘛。發生呢啲事，唔係淨係你教育當局嗰啲人行出嚟表示難過，係嘛？甚至乎啲高官行出嚟，馬尿都唔會流嘅。佢哋屌你扮撚曬嘢，苦口苦面咁喺度搏咪，係嘛？但係你要去諗下，究竟係咩原因？根本原因喺邊度？你唔會諗呢樣嘢喎，因為我發覺係係嘛？即係好明顯，佢就係因為工作嘅問題。而家好啦，即係慢慢經過幾日之後，嗱，上個禮拜三發生嘅，禮拜三、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禮拜今日禮拜一，係嘛？慢慢大家就可以將成件事咧，即係組織起嚟，就成件事就好，那個脈絡係好清楚嘅啊。2月26號至到28日咧，就林老師就感冒，係嘛？咁啊請病假3日，因為講唔到嘢，咁點教書啫？係咪？咁啊，28號咧就俾呢個校長咧就召翻學校，就要求佢就工作問題寫悔過書同埋辭職喎。屌你要寫悔過書，咁邊度發明嘅呢啲都係，係咪啊？叫學生寫悔過書都唔啱啦，唔好話叫個老師寫悔過書，乜撚嘢校長嚟嘅呢個係？所以我今日嗰個係叫咩威權治校啊？呢啲叫做係咪啊？即係你等於威權統治，係咪咁咧？跟住3月1號佢又請病假，3月2號至3號咧就學校假期，3月4號咧就交悔過書，但係個校長就放咗假，係嘛？3月5號就被要求重寫悔過書，跟住辭職，然後咧就早退翻屋企。3月6號就翻學校跳樓，事隔一日咋？呢個校長都算撲街啊！3月7號就叫呢一啲老師咧，即係。可以即係啊，正常咁樣，即係學校正常運作啊，大家翻翻你嘅工作崗位係嘛？呢一位姓羅嘅校長
都非常之令人即係心寒，即係啲所作所為係嘛？悔過書梗係你叫佢寫啦，唔通東華三院個主席啊黃延智叫你寫咩？係咪先？係嘛？而家東華三院就要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呢件事係嘛？即係嗱，簡單啲，頭先我哋即係將嗰個做一個整理啦，咁你就發現就係真係啊，呢個問題都非常之大啊。咁然後立法會咧，就呢個代表教育界嘅功能組別嘅議員咧，咁就阿葉建源啊，梗係要出聲啦，係咪？咁佢話咧，佢自己同教協咧近日都收到啲投訴啊。咁就話呢有關事件可能涉及濫權嘅問題，咁佢認為咧事件只係冰山一角，關注學校管理層權力過大，可能導致校內教師壓力加重，希望咧教育局能夠積極跟進教師投訴，確保呢個溝通機制。而家講呢啲嘢真係冇乜用。嗱，當然咧唔係話叫事有孔明，你原本有個溝通機制喺度嘅。係嘛？教師如果有投訴或者佢工作壓力係大大喺學校裏邊，係嘛？佢嘅表達嘅訴求得唔到處理嘅話，咁係咪你要教育局係有個機制去處理呢啲問題咧？係嘛？即係梗係要檢討就係呢啲啊嘛！即係話你教育局跟進一啲老師嘅投訴嘅時候，係嘛？即係你會唔會即係話真係好認真去處理係嘛？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噶嘛？係嘛？即係呢件事好簡單，即係我總結好簡單就係威權治校，然後呢個姓羅嘅校長咧就應該要出嚟解釋，但係而家都唔見人，係嘛？死咗個老師，佢仲可以冷靜到咧？大家而家照常啊，冇事咁，又冇對呢個老師嘅死有任何嘅表示，哇！呢個真係好恐怖喎，真係講就講，係嘛？咁究竟係咪？呢、这、一個所謂威權治校，或者呢個姓羅嘅校長去逼迫呢一位林老師，然後令到佢一時想唔開跳樓，喂，真係要好清楚知道成件事嗰個原因同埋嗰個經過啊！即係當然羅，即係呢個林老師嘅父母或者家人就非常之悲傷啊！希望咧即係可以即係揾到個真相出嚟，係嘛？為呢位林老師嘅申冤啊！咁即係大家可以留意，即係呢輪呢幾日係嘛？喺嗰個 Facebook 度幾乎係洗版嘅，又係係嘛？即係睇到你真係好火嘅，講就講係嘛？其實有啲傳媒都有報道話佢加入呢間學校咧已經23年啦，係嘛？咁主要咧就係教中文咧同埋圖書科啊。咁就亦都係圖書館主任啦嚇，咁就即係佢有好多即係學生啊啊或者一啲家長啊，咁啊對佢都係非常之即係愛護嘅啊。咁成件事初初嗰個報導就話可能咧就係因為工作壓力爆煲啦，係嘛咁啊情緒即係頂唔住啦，咁啊走上絕路啦。咁但係而家睇睇下又寫悔過書，最過分就寫悔過書，仲要重寫悔過書，係咪？所以呢一個姓羅嘅校長係冇得唔面對，即係佢學校嘅師生同埋對個社會都要有個交代嘅。喂，休息陣。